当这种汪干大眼妆画在我这个方圆脸小五官上是怎么样？ 这个人脸上涂了一点点小红印，发现车里面发生车的每辆眼前眼珠微皱，看上去显得神色不太正常。
还不赶紧学起来。第八是老三样，绿格尔粉底遮瑕，全部开打上妆。今天这遮瑕是偏白一点的，可以当做提亮来用，全部都要涂在面中那个位置，然后再拿粉底一定妆。来个灰粉色打底，用你手里的大刷子上下横扫，再来个粉色涂眼中，深点这个灰粉色加重，加重的时候眼妆这个地方避开。卧蚕也要这个颜色画了，蘸一个白色把眼睛给打扫干净，这样出来的眼妆整个很立体。那种没有底色的亮片叠加眼中，眼影娃娃就使劲的夹睫毛，先涂睫毛打底膏，然后再用睫毛膏就可以持久一整天，下睫毛就可以一下抓出来。再用黑色眼影当眼线，同样避开眼中，然后整个晕染开。这假睫毛是一个下垂的弧细睫毛，然后手动的夹几根下睫毛，再开一下眼角。眼妆就要重的时候，你的眉毛的颜色就要淡一点。今天用这个是焦糖棕的。好的姐妹，说话浓妆显老显雄，问题其实就出在眉毛颜色上。眉毛形状整体也可以偏细一点，这样你脸上整一个妆容它是有重点的，重点放在你的眼睛上。最近我修容的习惯是拿一个刀锋刷固定画完位置，画的时候给中间晕染留一点余量，不要画的位置太死太靠近。然后你就拿大鼻眼刷给它酷酷一顿晕染，非常简单。想要精致感，鼻梁就要修的窄一点，这地方稍微蹭一点，掰点角，咱们再提亮一次眼妆，把轮廓感加的再足一点。鼻头高光横着，然后再加一点卧蚕，这一道修容下来是不是非常芭比？脸色修容就随便搞搞，下次我再专门出个视频教你们。面妆不做高光提亮是没有灵魂的。然后上一道的粉紫色腮红就打在眼睛的正下方，鼻头跟下巴记得也要带过一下。人中修容是我的绝技，一般不外传。整完这个再涂一个透明的唇釉，那芭比的嘴一下就出来了，人中一下就缩短了，是不？妆容方面就整完了，可以开始展示了。